好嘞，鄉親，繼續要來看這個台灣工藝類的最高的榮譽——國家工藝成就獎，在南投草屯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來舉辦。得獎者陳三惠藝師，伊將受到展覽這種的傳統工作將近一甲子。文化部長李英德親身頒獎表揚。典礼距离奖结封，是得奖艺术家陈三惠创作的。感谢伊伫咧展览期间种种奉献，嘛恭喜伊摕到这项台湾工艺奖项。文化部长李英德亲身来到现场，颁陈三惠国家工艺成就奖的奖座和奖牌给伊。我们从刚刚的影片里面的哈，可以看到这个剪黏艺术啊，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艺术。那么这个工艺成就奖呢，也是每一年的、工艺界最高的这个成就了。今年的工艺成就奖在草屯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举办，得奖者陈三惠做展览这道的工课，做了一甲子的时间。伊特别的工艺创作品，可以摕到今年评审的肯定。啊，今仔这个奖就是讲上天要给我的使命，就是讲一定爱给我都走出另外一条路，吼，做展览再继续来传落去。这摆工艺成就颁奖典礼，过去的国宝师傅和国家工艺成就奖得奖人，拢予邀请来参加，见证台湾展览期的陈三惠师傅光荣。文化部嘛希望借这摆活动，予更加侪台湾人更加知影台湾展览工艺愈来愈进步创新。